家好，我是布灵姐。先生们、女士们、视频前的观众朋友们，看到我前面这堆石头了吗？这是一种新的地形，全部都是由基岩组成，可以说是最坚固的地形了，根本无法破坏。那么今天要介绍的模组叫咸鱼工艺。那有的小伙伴可能会问了，这和咸鱼有什么关系吗？当然有，这是咸鱼工艺里其中的一种地形。看这草方块都变成黑色的了，只要放在这基岩上就会变成黑色，这很奇怪嘛？这怕是黑土地哦。而且这苦力怕是几个意思啊？应该是这个模组还没有完全做好吧，所以在这地形里面的东西可能会显示错误。就比如这几只苦力怕直接变成错误方块了，而且感觉还有点卡，打他们没啥反应。还有就是在这地形里，天空就直接变成黑色的了，出去后又变成蓝色的，这地方太可怕了，溜了溜了。瞧我发现了什么？钻石大陆，我发财了呀！没想到基岩旁边还有这么大一片的钻石，要是生存模式下那真的是太舒服了。这也是咸鱼工艺中天然生成的一种地形，不过好像挺常见的样子。而且这些动物怎么一动不动的？你们是木头吗？打它一下试试。我去，打一下还跑这么快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咸鱼工艺中的物品。这第一条咸鱼写着不要去吃它，因为太咸了。这我偏要吃，不是吧，直接就被咸死了。真不愧是咸鱼，估计是阎王爷做的，吃一口直接到阴曹地府。这把咸鱼剑威力可真高啊，可不能被它的名字给欺骗了。这么一对比，钻石剑才是真正的咸鱼吧。一刀一个小黑，太厉害了。还有更厉害的，咸鱼多功能工具，伤害高达597点。最主要的是它是多功能一体的，相当于我们同时拥有了所有工具，可以挖钻石，可以杀怪，可以挖鸡，不好意思，鸡也还是挖不了的，但还可以挖草方块啊，出门在外居家旅行的必备神器啊。然后还有这套咸鱼盔甲，穿上去后就会变成一个憨憨的样子，让敌人看上去像是一条咸鱼，使得咱们现在的战斗力爆棚。所以接下来我要去找莫影龙去做一把。 OK， 我们进来了，拿上我的咸鱼剑，受死吧。啊，就这一下就死了，10秒钟结束战斗，这些末影人也是一刀一个，太轻松了。那么本期的模组就暂时先介绍到这里。